喂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要上课了哈，麻烦先就坐，谢谢。各位好玩，大家午安。哇，今天你这多人诶！哦，因为天气即马变热啦，我个头毛加长，所以佮行迄个路诶，无人会识识我。大家应该为张一曼个金嘛吼，拢听着做迄个法律的课程嘛。啊，为什么大家有想讲？为什么要来讲这个药物方面呢？你知影嘛吼？台湾人金嘛分做三款人啦，可能还有第四款啦。但是基本上我金嘛甲分做三类啦，一个是中邪啦。什么叫做中邪？中邪意思讲吼。啊，落鬼看咧行嘛，啊，伊感觉讲，伊本来应该是咱活在迄个虚拟世界，啊，咱毋知影啥物个真实的迄个疾病，啊，所以因感觉因活在迄个世界是真实的疾病，啊，就是变成讲啊中邪，鬼看咧就行，啊，过来呢中毒嘛，所以早起，咱有老师咧教讲解毒对无？啊，着中毒啊，中毒着爱解毒，着爱解药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个人着着心病对无？啊，咯，空虚妄想啊，啊。感觉爱现场安尼，即款咧就叫做事实吼。啊，就毋知影讲啊，家己哎呀去思考一下，知影真实的疾病是啥，对无？啊，这是毋是有心病？所以不管是中邪的啦、中毒的啦、有心病的啦，拢爱加油啊，对无？啊，咱个药啊是啥物？咱个看一下吼，咱个药啊就是灭消灭占吼。我讲的即三个，即个药师迄个教好的。欸，虽然讲简单四个字，但是内面包括遮多。那我个选一寡三个方面：medication safety 就是药物，吼，用药的安全。啊，再来 pharmaceutical care 就是阮即个专业的人要安尼甲恁照顾，药师方面要安尼甲恁照顾。啊，再来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讲啊，这药师方面嘛是爱管理对无？啊，咱后摆咱民政府嘛要紧啦，要接进款。是毋是咱嘛爱知影管理的物件？所以，即三项就是咱的内件，随时囥在咱的身躯的，可能吼，难免甲你烧钱啦，啥物？咱摕这甲伊钱，吼，咩啦咩啦讲，你小米讲，新台湾论转去好好学习。虽然你看哇，厚厚一本，哎，要为都开始看哦，我迄阵嘛是一本才厚，我要安怎看？哦，头只疼，但是我甲大家分析哦，就是你为迄、那个。年代慢慢一条一条去看，迄、那个年代发生啥物，好，你慢慢就把迄、那个咱的迄个美术美展内面的精华拢读入去啊。啊，过来专业在座拢有基本上家己的专业，学校学的啊，是讲你外口家己去吸收的，为头到尾你好好研究，迄就是你的专业，吼，毋是讲刚刚学校读的叫做专业吼。啊，过来，咱爱学要爱安尼管理。你若讲，迄管理的心理，就是咱爱甲人盘弄，咱要接一个位，一个单位，不管是叫管，还是互人管，要管人，咱拢学习这种管理的心理学。那啊，本身咱爱做啥，一定爱是清廉不贪嘛，袂使贪污。咱民政府是袂使贪污的，大家要有一个概念。吼，即卖迄个中国社会、中国教育，拢共咱教讲吼，会敢若爱考考啊哦，你无好考考啊，这个工程我没有好你做。看上考考啊，较侪哦，安尼敢对？哎，考考啊是为倒来？迄毋是咱纳税人的钱呢？是毋是？所以咱即三件迄内件就是改变对无？咱个内件就是保健，囥啊身躯的吼。咱去训练家己有即个能力，免惊吼。咱渐进环看有人要甲你冰打，啊是讲有人要甲你安尼甲你创，啊是要甲你扭后脚，免惊。来，保健扎你身躯的吼。刚才讲的小笔账，这个经历是为倒来吼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迄、那个，我甲拄仔讲啊嘛，为你迄个年代安尼甲分析过去，
咱台湾的故事要怎讲？你若讲台湾有四百年来的历史来讲，其实还佫较早啦，吼。你可能还佫有甚物？咱也是讲，迄个去发现甚物吼物件，啊，咱就知咱对咱的历史就较多啦。但是阮即摆若为讲四百年来讲，一条一条过来，但是确定台湾这个所在、这个地位正确的，咱爱为这个历史正确的要来推演过来，咱来为抗日战争，吼开始。日本来领用咱台湾，即个开始，台湾渐渐就被人重视。无，大家你来看嘛，迄个所谓中国人历代，拢讲咱台湾是啥物夷州嘛，蛮夷的地方嘛，没有嫁化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抗日战争，要安怎讲？安尼为台湾的即个地位开始讲，就是迄个大清帝国甲迄个日本，就是伫即个黄海即个所在咧战啦。从迄应该是咧迄个，因东北吼，一个沈阳迄个有一个迄个海域当中吼，啊去捡角着，啊两个拢咧修整，啊大家拢看日本无好啦，看不日本无点啦，讲哎呦，你个大清帝国的迄个北洋舰队，哇，安尼这么强着，你日本我看你吼无可能啦，世界各国拢看日本无点。结果你看，你八月一号吼开始两个咧宣战，来你来看，八号一号宣战，到四月十七，谁打赢？日本打赢，几个月？七八个月。所以咱吼袂使看船只几只，啊，即马阿强毋是着讲，哦，因有百外只，安怎要你讲？你统计讲哇，偌济只？大家敢知影？你硬体看开是表面的物件。你看啊，是软体物件，软体物件就是一个心，你知无？啊，佮技术，啊，佮你要怎讲？你对，你有心术，你心术不正嘛？啊，你唔是正经的人嘛？啊，你啊土匪啊，心是要干？迄无正经，还是讲无正确、无正义的这种心？啊，你白的一定是你啦。人爱相信，爱有自信，对不？啊，你无自信，佮心术不正，啊，当然你就叫怕白嘛。那来，当然为遮开始来看嘛。迄、那个1895年四月十七，下关条约签落去，啊，五月八号生效。这明明确确落个台湾这个所在的所有权，啊，就是挂牛迄个日本天皇。都当我过来讲哦，啊，我食这件，你唔是讲日本得到台湾了后，就放弃上？曾经有两种迄、那个。因有两派啦，讲咩啊？无个台湾袂晓法国啊，法袂晓杀人安尼啦。啊，其中一派是讲让他建设台湾，结果要建设台湾，这派赢。所以台湾即马进步是因为日本甲咱建设，互咱台湾变是现代化的国家。日本的功劳是真大个吼。安尼，国皇民化，吼，1937年皇民化，啊，再来1945年四月一号。实行迄个明治的宪法，按呢来讲，咱台湾已经是变成日本永久袂使分割的一个土地。来，咱我继续来探讨吼，我帮大家来复习啦，因为我今仔日嘛是要讲一寡药物嘞吼，啊，这方面帮大家来了解一下。啊，你也要读台湾论吼，新台湾论吼，你较好读吼，头脑有一个概念。大家来看嘛，下关条约有看过无？来，这个讲好的条约，明明白白来讲，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，啊，咱大日本帝国是大皇帝陛下，日本天皇的意思。这明明白白就是这两个，迄、那个大清帝国的皇帝挂念哦，迄、那個、日本天皇白纸写乌字，讲遮清楚的，甲这个所在永远挂念哦，日本多一个所在。除了是中国规个迄个什么下关这个化解以来的这个皇天的所在，顶顶主要咱来看这个台湾全岛甲附属的迄个岛屿嘛，附属的岛屿应该包括迄个平湖，台湾甲平湖，你看嘛，只要讲只清楚的嘛，明明白白了跟你讲，台湾的主权即嘛是日本天皇的手头的，安尼有清楚无？安尼，请你记起来。吼、哦，来过来，啊，这叫做啥？造户口对不？啊，你知影大清帝国统治咱台湾
212年，请问有甲人照户口无？无。啊，那你这个人去风高野外，是去当有啥物？啊，若不幸死咧外口的，唔知你是啥人呢？一堆的白骨，知影你是啥人无？来，1895年，日本领有台湾了后，就开始甲人每一个住伫台湾的所在，所有的人拢来照户口。你一个人，这个户口大家看有嘛？那么一定有一个迄个户长，还佫医生的囝嘛？还是讲伊佫娶甚物细，还是某啦吼？吼、哦，啊，遮你来看，遮记录遮侪是咧记录啥？吼、哦，你做甚物代志？啊，你说甚物？啊，你发生甚物？啊，你去倒？你人即马伫倒？还是你就学？还是讲你迄个吸鸦片、鸦片、吸鸦片，这种记录？啊，那你讲不行啦，正经啦，咱来讲实际来讲啦，你人伫倒，还是讲不行安怎？你通我找到你这个人？安尼，你有感恩无？你大清帝国统治台湾212年，你做啥物？你连这你也袂做诶！日本十年都甲创好好啊！安尼你看，第一个破绽，1905年，咱十年都甲你做好好啊咧！大清帝国迄阵领有咱大清帝国迄阵领有台湾迄阵啦，迄、那个讲啥物地心讲安尼啦，啊，拍牌台湾敢毋正正经想要甲迄个建设？伊是不得已的，你知无？因为迄个大清迄啥物地心公园伊挂的人嘛，啊，平白无故得到台湾呐，啊，到底台湾是要甲哈蛋意啥是安那？伊阁惊讲啊，伊个余孽起来嘛，哎、啊，不得已嘛，安尼啦，212年从做起来，大家拢知影六个开垦的所在，扩殖地哦，唔是殖，更唔是殖民地哦，咱个台湾就是一个讲迄个蚕宝宝尔。三分之一，连迄个高山族迄个土地，伊嘛共讲当作是伊个，安尼甲挂日本嘞。你讲有够侥幸无？毋是伊个物件嘞，恁当毋是，伊也毋是你个，你送迄个日本，安尼敢对？啊，所以伊连遐个迄个六个迄个开垦地吼，哎，讲起来应该是台湾人嘛无几个，啊，伊连即照户口伊嘛无咧做嘞，所以根本无心伫台湾。啊！大家加南大尊，大家拢知吧？巴田雨衣诶，对台湾贡献偌大？加南大尊啥物好处？变成咱台湾有好水、好米，啊个水果，有咱有家己诶迄个田，会使家己种。海诶水是安那来？人是安那做诶？大家拢知巴田雨衣不是拢咧第一啊了啊，不是讲苦卡，是讲迄个石头拢安尼想讲啊，要安这工程要安那做？啊，这水要流去倒？啊，灌溉迄个所在，对这个台湾，这个人民，吼、哦，也建设有帮忙无？人是安尼来做的呢，你知影无？迄拢是为因日本本土，因的迄个预算对无？啊，1000万的迄个日票呢？安尼，偌济？唔是50块、哦，5000万呢，小姐。先生，5000万呢？迄阵的日票偌大？伊是5000万，十年做好，这对台湾有贡献无？有感恩无？大家，这历史恁知无？好啦，伊领有台湾40年建设了，你做一个迄个台湾博览会，这历史大家知影？40年建设台湾，你看这么进步，你看伊的清查，吼？啊！你甲看伊的迄个姿态，啊，看伊的脸上的表情，因有快乐无？因有幸福无？大家感受一下。我讲啊，这种历史，我其实我激动的啦。啊，我嘛想讲，我哪甲大家讲，哪目屎要流落来啊？啊，落个脚要流落来。大家讲这個，我拢想要有遮侪感慨。这历史大家拢唔知，那讲起来你就知影讲，啊，你看哦，50年。啊！因212年，安尼几倍做较多，4倍做较多。人迄50年要甲台湾做较遮尼水亏，遮尼赞，遮尼进步。你看嘛，啊哥，你来看建筑物嘛，你看。啊！伊会走去遐去佚佗，表示啥？有通啊，互你满足。你食穿了后，佫会使互你精神方面，佫会使去度假搭去佚佗。你看，来看。
这种暗门头拢起啊，遮水个呢。啊，你啊看，迄、那个大清帝国伊是啥下厝呢？啊，拢几百年无人去整理呢。啊，过来讲，伊为领有台湾了后，又开始积极要甲台湾，甲咱南州会变伊个兄弟。伊讲了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，要甲台湾变作伊家己个。你看监禁政策嘛，遮拢甲你写得清楚。1937年正式四月一号，洪明华，你也无要愿意做日本人诶，伊甲你请船，甲你请去中国。啊，若愿意留落来，伊甲你当作兄弟，甲你惜命命。啊，你著爱去改名，惊死，你就是日本人。你知影嘛？啊，有咧，伊爸母疼囝对无？伊甲你当作伊是伊个亲生，也是讲伊是伊个囝。伊是甲你保护，一头到尾甲你保护好好诶。你家看嘛？算是咱的爸母，啊，咱甲咱疼，大家去思考一下，这嘛是爱记起来吼。1945年四月一号，民治宪法，大家看嘛，台湾领有迄个征战嘛，去修正嘛，啊，再来迄、那个议员嘛，伊有只有你参战权甲参政权，也表示讲伊当作你是伊个。伊要甲你管理，用你的人，啊管理恁家的，人，伊算讲，因的，人一，人 together 嘛，同胞嘛，这就表示，迄、那个宪法实行全部部分的台湾，啊，即马台湾搁咧猜测，敢那实行啊啦，啊，都甲你讲白纸写好哩啊，你搁当咩咧，搁咧怀疑啥？这个主权嘛，啊，甲已经个人地理。已经才完完整整，互你看到这证据嘛？啊，中华民国讲台湾已经是迄个主权独立，啊，你甲我讲证据伫倒？我们爱知影证据，眼见为凭嘛？眼见为凭了后，你搁去思考哦。比如说我看到啊，敢那真个苗腿，毋是要你制作迄个你烟幕弹，互你看，你讲啊，敢真个？无，你搁去思考哦。来，搁来思考。我绝对袂甲大家骗，骗要创啥？事实物件。就是事实的，假就是假，要骗什么？哎，对你有目的，干要甲你骗嘛？是不是？甲大讲，日本天皇压有台湾的迄个主权嘛？安尼，美国一口是为倒来，为倒来来。太平洋战争第一、第二次世代大战，啊！就日本啊，啊！就甲中国战好好，一走去搞人迄、那个欺负人迄个什么？第迄个珍珠港。啊，共迄个船啊，共炸沉，啊，人死一寡堆，敢有需要安尼？啊，就变成讲人爱甲你宣战。啊，那日本人是不轻易说失败的，盖战盖拼。啊，那美国讲啊，哇，今天那只命着，好，两个炸弹，迄、那个原子弹都甲落去，应该导航呢。日本是即、這个，要哪讲？伊战斗意志较强烈啦。虽然啦、啊，后期。一直败起，伊嘛不轻易去导航，但是就迄个原子弹那个落落去，啊，他讲啊，迄日本那样啊，无导航袂使，可能日本的亡国啦，灭国，啊，就讲答应无条件来导航，啊，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日本，吼，则不得已牺牲台湾，和美国去占，但是美国占是真好，结果个走出来，找这個。来占领台湾，美国即马占领，迄阵是琉球，琉球迄阵甲咱台湾是叫做十路军，哇，迄、那个高沙族打赢迄个菲律宾第一次战役，咱麦克阿瑟旗下主将嘛，叫打干呢，走去其他国家去比，安尼美国就知影讲，哇，你这琉球甲台湾这两个这强着，啊好，我来甲你占，所以。伊亲自去占琉球，安尼台湾，伊放我即个，卖讲土匪，吼！1945年十月二五，就叫伊来占，啊占不止占台湾，我占迄个越南么？大家即个历史可能嘛唔知，那先讲台湾。1945年也未亡国的对不？因为1949年嘛，10月1号亡国嘛，即四年来，四年五年，四年嘛。甲台湾的迄个物资啊，吼，
会食的啦，钱啦，啥款款的，拢去互因去阿公甲阿公的去作证。你知影哦，台湾人夭死偌侪人，啊，搁迄个人，迄人咱的代票，那旧代票40000块，哇，因的所谓因的新代票一块，安尼甲咱糟蹋，真弄啥吼？安尼甲咱台湾人糟蹋，结果你拍四年哇，拍输人，伊变流氓政府。请问流氓政府会使就地合法吗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就地合法。为什么美国讲呢？因为有利益，伊要用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国民党即块人去牵制迄共产党啦，所以就爱牺牲咱台湾人，台湾人即可怜的啦，爱经叫变讲呢，大家拢无米通食，美元才会过来啊。因为迄个国民党的臂魔棒啊，因是支持国民党，利用台湾这个资源要去甲阿强来拍。迄阵伊还袂亡国，伊有支持，但是亡国以后，伊都无要支持啊！伊知影你几寂寞啊，尻川几寂寞啊！故你利用台湾叫糟蹋台湾人，伊美元进来嘛。所以1949年了后，伊走，就是来台湾啦。一定讲要反攻大陆，你看蒋介石要反攻大陆，美国敢有予伊准？无。美国在1979年嘛，1979年，啊，就甲迄个阿强的建交嘛，爱就叫后裔上。啊，但是爱有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就甲这个美国有迄直接的关系，因为迄占领权伫咧美国的手头，所以咱甲美国甲伊争来争去，都是因为安尼啊。这历史大家知影无？因为日本怕输嘛，牺牲台湾嘛，啊，应该叫日本。应该这个台湾，那个时阵叫日本台湾，应该叫美国来讲，结果请这个龙，免讲请啦，走投无路，可怜伊啦，来台湾，来占领。你这三个关系大家了解吼。重点是旧金山迄、那个和平条约，伫咧1951年9月8号记起来签署，1952年4月28日生效，记起来。这是关系咱台湾未来的前途条约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吼，大家讲，就是因为甲我讲，甲台湾勾勾定，就是因为本来是叫中美防御迄、那个协定嘛，迄、那个中挂号起来，就是迄、那个中华民国流亡的中华民国。后来甲后裔杀，甲阿强的去建交了后，啊，但是还有一个法律啊，就是台湾迄个关系法嘛，吼。啊，将来咱为什么要叫做因的国内法？啊，明明白白讲的是台湾，就是叫美国占嘛，无干嘛要国内法？你为啥买国外法？因为跟台湾有关系嘛，什么关系？让我大概了解啊，简单的这个年代安尼，给你分析出来，安尼你有了解有好读无？迄、那个台湾论就是安尼，还去给你衍生遮侪理论嘞，啊，讲禁锢给你听，条约给你听。白纸写乎你，绝对袂甲恁骗，要骗创啥？对你目的有目的才要骗，迄就是流亡的中华民国，甲民进党啊，甲一寡台独。等下我再来讲，台湾敢袂使独立？啊，就甲你讲明明，白白甲你讲，伊的主权就是日本天皇嘛。啊，伊讲美国有主权，啊，我甲你讲了，啊，你就占领别人的国家，敢袂使就地移转主权？啊，都不行啊！美国为什么会有台湾的主权？啊、没有啊。啊，硬猛讲啊，有台湾就是美国有主权啊，让台湾才有独立的机会啊。美国说了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啊，你台湾若是独立吼，就代表战争。啊，就跟你讲好啊，你搁要台独什么啦？啊，过来讲主权嘛，不是美国的嘛，嘛跟你讲遮清楚的嘛。啊，过来讲搁一点啦，迄阵美西战争迄阵吼，啊，西班牙迄、那个挂迄个古巴和美国，啊，本来甲古巴抱起来。我想讲，古巴啦，啊，去甲苏联，啊，得变 together， 变兄弟啦，啊，变共产国家。啊，你有感觉美国冤大头公公？伊敢会讲这种代志阁发生？伊敢会台湾变成共产国家？你甲看台湾怎啊？位头到尾拢是中国教育，下骹手人拢全是中国思想的人。啊，你若要台湾独立变啥？就变大个啊！台湾变迄个共产国家，你要爱无？你要阿强安尼甲你操作无？啊，派兵来遮安尼，你不准有言论自由哦，无我甲你抬头，比你日本事件搁较严重。你要变台湾，就变成迄个阿强的附庸国。
跟你讲的袂当的嘛，你想好清楚嘛。我即马今仔日所有讲的嘛，绝对唔是讲要甲大家好哦，你家己过去思考哦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嘛是爱去看迄个事实，啊，甲那个证据，唔是空不空迄个讲白贼的，凊彩甲你讲讲的。你嘛使去检验我讲的话啦，吼。啊，这我拢检验过啊，吼。啊，凯罗回忆啦，这吼有争议性。这个三件，这个回忆也好啦，宣言也好啦，这个导航书这拢是迄个意向书，咱个会来讲。开罗会议嘛，大家拢知影，1943年12月1日开罗会议，啊，咧即三科嘛，啊，大家即科大家拢知影啦吼。伫开罗，啊，就要讨好即两个，即两个要讨好伊嘛，要甲考起来，变成我一部，我要甲你花言巧语啊，还是讲敢若查甫要甲查甫娶，拢爱花言巧语咩？甲你考起来，讲安那讲，来要安那讲，伊讲啥？今天吼，那个放大来审视吼，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啦。今天个趣味吼，这讲解讲的，大家要知影诶，意思伫倒吼。落雨，敢是落雨，还是落水？但你看天顶拢有落雨对不？我拢较好比喻的啦。落雨啊，看起来是水呢，啊，为啥唔爱搁落水，要叫做落雨？敢有人会使甲我讲？我咧讲落雨的物件，你看起来是水对不？啊！伊真实物件是啥物？来，迄个阿辉阿去老师问安尼啦，老师甲回答讲：啊，你食饭无？咱是看会到会饭对无？食落去，啊，那新陈代谢了放屎，啊，为啥白个食屎要再过食饭？真好笑！我甲你真好比咧，你眼前看的物件，伊无一定是事实，你阁爱甲分析伊是啥物物件？虽然你落雨看，你落雨出来是水，但是你水有三态，你知无？有固态，就定的冰格，气态蒸汽嘛，对不？啊，个水嘛，水态嘛。啊，大自然一定有伊个奥妙的所在嘛，伊该有这种三态嘛。啊，咱袂使讲哦，你看的是水，啊，你就当作伊就是落水。你爱伊个原本嘛，科学的道理甲大自然的道理嘛。啊，咱食饭嘛是干嘛？我食落去放屎啊。但是讲我讲伊就是要你，让你健康起来，让你生存落去。你是袂使否认伊的存在着，安尼道理大家知影。过来讲，中华民国敢是中华民国，大家肯定甲我讲。我甲你讲，中华民国吼，确确实是中华民国，但是有三个阶段。伊为1912年中华民国，其实我咧讲啊，中华民国因个国旗吼是五色旗。哎、啊，你即马看迄个什么青天白日哦，伊是海军旗。伊也没讲。迄、那个蒋介石来台湾，才国旗应该开始用因的所谓迄个海军旗嘛。进前应该是迄、那个因中华民国多成立迄阵，敢那是迄个孙文变认为迄个袁世凯对不？啊，因的国旗是五色旗，啊是流亡了后，你才看讲是青天白日。你知影哦？你知影这历史无？这事实无？迄时阵吼。在1949年吼，确确实实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啦。啊，那1949年来台湾，到即马吼，因讲是103年对无？咱是讲2014年嘛，安尼来讲69年啊，伊个叫做流亡的中华民国。啊，即下伊要甲因统啊，中国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就是中国。啊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要甲因中国合起来，就中国。所以中华民国。就是中国，哎、啊，大家有清楚无？来开罗会议，开罗会议，敢是开罗会议？开罗会议就是开罗会议。马英九讲是调阅，大家来我分析给大家听。你来看嘛，你知影这意思无？意思就是讲，日本为迄、那个这个时间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迄阵台湾的迄个日本就在迄个海岛。太平洋海岛占领遮侪小小的迄个岛屿嘛，其实日本迄个美国拢知，伊知迄个日本愈来愈强壮嘛，伊拢在暗算啦。哎、啊，就这么讲啊，讲你为迄阵占领所有的在太平洋的小岛，拢甲偷偷出来。特别在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迄阵讲的，吼，啊，伊才有讲什么 ？Japan
has stolen， stolen 就是偷摕意思。为较早到今嘛偷摕，为中国 from the China 啊。譬如讲，这个是迄个满洲国嘛，啊，这个是佛摩萨，迄阵台湾本土叫做佛摩萨，啊，这个 Penka Doris， 迄个是朋友，爱 restored to Republic of China， 爱海。我跟你说大家可能不太清楚。来 ，has stolen 是安那偷摕？啊，搿段咪甲大家讲，下官调用明明白白是一个客用嘛，那是偷摕。咪安那偷摕？啊，白纸写好哩是偷摕啥？这都是唔对啊嘛。啊，过来讲，你若讲伊是调用来讲，调用吼，啊，要甲这个土地、这个国家管理，我别人调用内面爱写啥？Set to， 不是 restored to， 所以他在胡乱嘛，说得难听了。你调用可以用 set to 对吧？啊，这个会议是在战争当中，啊，要跟你做 together 嘛，你同盟国嘛，啊，就说得好笑了啦，把你的饼画得很大，啊，天花乱坠啊，他是会议。最后一句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战争后，隆重的国家，你袂使讲你私下三个人，安尼讲来讲来讲去，啊，两百个国家嘞，你有共尊重不着无？所以是战争后的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皆是咱来依据的迄个法律。啊，这个会议就是讲国家在开会嘛，我来记录尔。啊，条约嘞，条约是本身就是法律啊。啊，你记录你也有讲，有小细甲查，有争议性，啊，我去法庭甲你告，啊，甲你视同，甲你尊重。但是伊本身唔是法律，但是条约本身就是法律，所以马英九甲你讲，哎，伊是条约，啊，就甲你我白讲嘛，要甲你洗脑嘛，是不是？这嘛是啦，破资产。迄、那个宣言嘛是嘛，伊讲日本啊，伊个啥问题，伊个主权哦，限制在因本岛，伫咧迄个北海道啊、本州、四国啊、加迄个九州，迄阵嘛，其他都不允许嘛。迄、那个琉球就叫迄个美国直接占领，啊，台湾就直接无叫迄、那个蒋介石迄阵人来占。迄、那个麦帅嘛，一般命令第一号嘛，1945年九月二号。啊！伊去接受台湾甲迄个越南，越南嘛是叫迄个卢汉去接受。诶，迄个越南北部是叫卢汉，啊，台湾是叫迄蒋介石陈仪去接受嘛。啊，伊嘛是国共内战，嘛是甲迄个越南，甲因的迄些拢搜刮财物，还是讲迄个粮食吼拢搜刮去，赶赶快，迄个甲因跟迄个国共跟内战，间接跟直接死亡的越南人有200多万。安尼人出一个胡志明，哎，知影蒋介石这个土匪一定要赶走，啊，落去应该去叫迄个法国人嘛，吼，啊，叫伊讲我讲完，搁要互你通知啦，啊，你拜托你甲蒋介石请走了，赶走了，啊，正经甲蒋介石赶走，法国人就是该签讲无你废除你不平等的条约，啊，蒋介石就讲很不甘愿的走了，啊，你越南来拍这个法国人，搁轻松嘛，对不？所以人出一个胡志明，啊，人台湾出一个啥？出一个欢迎祖国回归，商人也好啦，学生也好啦，一些学者啦，拢欢迎祖国回归。回归的结果嘞，大家知影嘛吼？啊，咱要来讲这吼，迄个1945年九月二号，日本的导航书派迄个从光轨去签嘛。迄、那个人秘书长拢有讲，爱签的代表的是迄、那个 Emperor of Japan， 这是天皇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是 Japanese government， 这代表啥？两种无同款的身份。天皇是天皇，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，所以你袂使混为一谈。啊，那你那是讲，咱的主权是压在日本天皇的手头。啊，那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的。是日本政府去放弃地理权，所以大家安尼分有清楚无？
啊，那九到九那是怕呀，伊去比甲迄个重庆人在多咧，还是多喺美国盖考过来，要利用伊，正好伊寄迄个分一杯羹给他啦，伊是迄个联合国那边的迄个命令，迄、那个同盟国伊第一号命令，叫九盖九去接收台湾，啊，不伊算啥？所以秘书长讲是战败的战胜国。你想看中国军破人破伤，阁无记录，安尼那要安怕赢日本人？所以哦，你看这表明哦，日本敢那是输中国，其实内部在做，大家拢在清楚的。你那谈我怕赢，对不？啊，我袂讲嘛。你的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即个要记起来吼。啊，再来，咱来看即个 Japan， 即个 Japan 就是 Japanese government， 即唔是天皇哦，吼，唔是天皇。啊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,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， 即就是 Formosa 就是台湾的本岛，佮附属岛屿嘛。啊，即就是偏哦列岛 ，sovereignty 的主权，即个这里有共款无？这主权呢 ？Sovereignty 啊，这三个，这个 all right 是讲我的主权权利，主权之下，我要独立台湾，我所有主权的权利，我给放弃，太退了。迄、那个名义，我拥有台湾的名义，啊，这个 claim， 我对外宣称台湾是我的，这三个放弃，还有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、领土的管辖权，不是 Sovereignty。安尼大家有迄个概念无？有清楚无？主权是主权，迄、那个管辖权是管辖权，无共。过来，来四 B， 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朋友有处分权跟支配权，23条主要的占领国。所以现在咱爱甲美国国国定就是安尼搞这就搞这啦。安尼重点，这一定爱记起来，吼。啊，我要来讲一个黑人的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啦。黑人嘛，为什么要讲黑人？一对母仔囝啦，去外口去迄个砸迄个计程车啦。啊，都迄个幼囡仔嘛，白人幼囡仔唔捌看过黑人，啊，黄人佫遮尼黑。啊，就囡仔嘛，口无遮拦呐，直接甲妈妈问讲：“啊，妈妈，这个黑人生咧遮尼黑着，啊，是毋是歹人？”吼，迄、那个计程车司机话面也毋知要挖几多。啊！你叫我一个囡仔讲伊是歹人，啊！伊妈妈才有地位耶。伊妈妈讲吼，哎、欸，伊唔是歹人哦、喔。你有看咱后巷哦、喔，哎，花是毋是遮水的、遮芳的？啊，搁再五彩缤纷。啊，但是你知影无？你有看过因的字是乌的无？所以我要讲啥？重点就是讲，你袂使看人是乌的，你就讲人是唔好，是歹的。啊！你也是用安尼来判断哦，哇！那全世界做最歹的哦，啊！你慢慢去判断，就讲伊歹就好啊。这人是做最歹，伊就歹。哎，林肯嘛是较早叫我讲伊生歹呢，叫我话侪媒体甲讲伊话歹呢。但是林肯是全美国上伟大迄个总统，我即佩服伊。所以咱袂使看表面，奥巴马是黑人，伊比只伫台的即个白人，哎，总统更加优秀，对不？但是我感觉林肯的上优秀啦，啊，咱因为咱即马爱靠美国，我嘛相信奥巴马比较早的白人更加优秀，紧甲台湾问题解决，伫伊任内爱甲台湾的问题解决，啊，若解决要安怎解决？你小米讲，咱这个放落去好不好？蔡先生，好，多谢。我甲大家解释吼，咱个即马逃生工具是啥？你小米讲。啊，咱要逃生哦，让我等下放这个影片给大家看啦吼。哎，那个刚刚，因哦走去那个蒙古去探勘嘛，啊，特别回来才欢喜的啦，吼，啊，那些欢喜的唱歌，但是吼，这破音的是吼，去回来那个山顶坡啦。啊，当对飞行机团载你落去那个。沙漠迄个阿门陀的对不？啊，伊迄阿门陀是较软啦，加载，伊迄机体无迄个毁掉，是逼困啦。
啊，所以基本上，伊迄脸也歹去，啊，佫一挂鼻粉。啊，有啦，毛几个人去弄着过身的毛，啊，若剩一挂人，因为你讲，啊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咩安怎？哎呀，如何是好啊？啊，你他妈刷，不是沙漠刷忘记无？沙漠对无？啊我。我都拍都拍打去啊，拍死的去啊！我通我讲行要几道，行要多深，因就想讲啊，无人来修理回零机好啊。虽然讲你看一句我一句哦，但是因若决定一个政策了吼，因拢即决心的，把迄个回零机修好，你知无？安尼是咪爱接顺呢？是咪修理咱就使回来？但是当中伊遇到虾米困难？这不是说白马公主跟什么王子就 together 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因为等了下面危险，修灵机，飞灵机修不好爆炸呢，我的焊接不，啊哪讲那灵胶不从好买爆炸，啊过来因遐买落雨呢，啊落雨咩安怎？怪寒呢，啊是不有够不？你买爆炸嘛？啊你伊咩来应对？啊！咱台湾民政府内面啊，冇叛徒呢。啊，咱搁要来应付家这挂人，要哪应付？好，大家搁勇敢起来，继续修理飞行机。但是够派人来，我靠！一挂顶派人要提你物件，应该去克服这个人。因克服了，哎，证件咱飞出去啊，因成功啊！咱台湾民政府卖成功，来切断。安尼大家知影我意思无？要表达意思无？咱唯一的独行钢骨哦，因是凤凰号啦，大家 together 来飞出去啊！啊，咱是日小米酱，对无？这是咱的迄个生存的独行的钢骨。啊，咱要接近款一项一项来，吼！啊，那做，咱即马已经有迄个政策出来啊。啊，是问题是咱要安那做？咱要跟人无同款是虾米？人性化的政策，咱就是甲这个流氓政府无共款。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命拢是小命命，伊比国人安那对因，因的百姓安怎叫外口遇到困难，走到半夜去救因呢？台湾人的性命嘛，这重要诶，这珍贵诶，有问题来，台湾民政府负责。咱的政策不但迄生理安全、社会需求一定爱有。咱嘛袂使讲，我刚好食饭好饱尔，啊，无思想，你嘛有家己的理想啊。啊，你政府敢是咧饲猪，好要食一寡有诶无安尼，饲啊食粪啦、厨余啦，安尼哦，爱饲因的百姓吗？当然嘛爱甲因教，啊有需求安全，啊个社会的需求，啥物拢爱满足伊，啊个伊家己嘛爱用尊重啊，是毋是？咱嘛爱有人有尊重啊，啊我有理想诶，你政府嘛爱帮助我。搞我迄个自我的迄个，我要爱，你爱帮助伊去实现。所以咱有一挂政策、菜肴单、菜单搬过来，大家有啥物迄个 idea， 提供了咱台湾民政府 together 好的政策，对咱台湾有好处，对无？啊，佮子孙后代子孙嘛是同款，咱结社。啊，我要来讲。中国人做官是安尼做，苦苦啊嘛，要人哄胎嘛。我做官就是你，我就变你阿爸阿母，你来孝顺我，来钱摕来。因中国社会就是安尼，因若做官就是变那个吞大嘛。伊刚讲伊的伊百姓当作人，你甲看阿强因即摆咧创啥？阿哥即六十九年来，你看即流氓政府中央面个创啥？即拢是证明，在座人拢是证明对无？因是咧创啥？历史嘛是一个证据。啊，后壁咧，你知影？刚刚前几年哦、喔，德国有一个迄个德国女性的总理啊，还来访问因迄中国，伊迄面包吼、喔，啊，若无小心来落个口卡的，啊，人捡起来拌拌的，塌落嘴的，啊，中国看着哪呢？真有可能的代志，惊一跳。啊，那因中国人会安怎做？你甲我创完好，搁摕一盘新的回来。人是安那吼，人德国人是安那珍惜因的纳税人的钱。你看伊的态度，你的人格，你的做法，你要知这国家的兴旺。
会兴袂？你看人德国哦，虽然两处战败，人今嘛阁遮强个呢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咧，咱爱哪做？媒体一定会当会讲 Q 下卡啦。啊，咱家己个人咧，冇叛徒着。即大家拢爱注意，咱要安哪做吼？因为即摆时间有点仔超过啊。啊，咱要追求一个迄个咱终身合适个迄个七个。爱改变，台湾现状爱改变，咱的心爱改变，咱爱去学习，咱爱跟人好好斗做伙，后面来盘乱，阿要分享。我有啥好物件，不管是人需要帮忙，咱也帮忙伊。啊，咱要吐血，咱有春会使给人，啊，咱无春有人嘛咧奉献，无输会奉献咯。吼，啊，咱会安那做代志，去学就变你个。啊，学呢，佮一直追求你的知识，啊，学要发展。即阳性甲迄个亚龙，我特别讲吼，我可能我讲五分啦。意思是讲吼，羊啊嘛，伊也生出来嘛，开嘴都物件通食啦，所以伊都不咧奋斗。安尼亚龙嘛，啊，伊一定要去抓迄羊啊，不抓啥物土啊，伊要去孵出，伊到物件通维持伊的生活对无？啊，送个惊喜，羊啊倒会困的，拢物件通食嘛。大概死拢是羊啊嘛，啊虽然有两个角啊，嘛无好啊，因为吼，咱要战斗力啊，咱是安那生存的，每一个时刻，伊拢啊羊啊伫倒，土啊伫倒，人啊每一个时刻拢在计划，啊咩啊突击的团结，吼，基地的取因的迄个要爱物件，啊所以每件拢是羊啊嘛的，啊但是咱吼羊啊的态度爱改变。你有一个这种活来的东西，给刺激你，奋发，不是说我点点给人吃的吗？所以来，大家合适，刺激我们的人心，我们的人心观，让我们在民政府要做什么？啊，我们这放给他，先放给他看那个领导，这是这个，我们等一下这个那个德雷莎，那个修女嘛，她走去那个加尔各答迄、那个贫民窟，啊，伊安那为做开始，安尼要去领导，遮个人去困，啊去帮助因，好、哦、用伊的资源，啊嘛是用伊的智慧，嘛用伊的拍拼，啊去帮因，来站起来。啊，咧这管理大家爱有一个想法咯，因为阿摆吼，咱要去管理一个位置，必须照一个头路，咱必须爱学晓管理。啊！你若讲你不爱管，啊你！你被管的人，你嘛爱是要健康的态度哦，吼！啊，所以这一连串的，吼，大家有一种想法。咱甘愿去一个农屋的所在，啊去跟人帮衬，啊，咱家己台湾就爱靠咱家己打拼。最简单吼，啊，较深远的这个环节，大家一项一项个记起来好不好？个了解起来，啊，这個、网络家己买，恁去网络去查吼，也可以下载。啊，这本书也准大家要买去看买晒啦。啊，加减咱了解，啊，充实咱的知识，学习搁较多吼，较宝贵的物件，一定要哪有力量？要跟对方了解，要跟人盘乱，伊的语言啊，不是讲跟迄个语言呀，伊的心内，咱大家嘛爱有了解，卑微的心。伊讲要沉默，就是讲你要去思考，莫受伤讲，阿咩啦，遇到困难咩啦解决。个切掉吼，因个剩无外多时间了吼。啊，主要管理吼 ，manage 就是
有限的这个资源要怎计划、组织、甲领导控制。好，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吼。啊，我基本上来大家看这重点。那有一个管理的知识，去学知识，累积起来，知识会使让咱的头脑变文明起来，对不？好，让迄个智慧开开眼界，行入咱们迄个文明的世界，别使甲咱迄个变成什么宅男，我拢在电脑，但是伊无甲人互动，伊嘛无合适，容易变聋哑起来。啊，那有工具来讲，甲欣赏这个艺术同款，啊，咱要用这个工具来管理。好，甲当作是敢那游刃有余的物件，安那去甲利用，啊，甲发挥出来。吼、哦，其他，你看啊，我要想讲，这个变那管理，变那知影人心，啊，这个撇步伫倒，吼、哦，这个其他，就是你存在你你的心内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继续搁啊训练，训练了，继续搁较侪人来，啊，有一种即侪好的思考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创作一挂很奇迹的东西哦。啊，过来，累积咱的经验，咱一直咧进步起来。吼、哦，这是我个人吼、哦、看这书的一种感想甲心得，甲大家分享。那下一章，迄、那个医疗团队吼，即、哦這个主管呐、啊，那讲到迄个医疗，就是大家知影，知识甲我讲的知识嘛，啊，过这种态度，啊，个表现，啊，这一个敢骂完。啊，甲凝聚起来，迄就是咱的力量，对不？啊，然后这个三角内边，搁一个这个口啊内边，吼，啊，要哪沟通，啊，要互相帮忙，啊，是要哪领导，这拢是一个迄、那个学问伫嘞，好，大家去思考一下，吼，啊，然后要讲什么？迄、那个良性的、迄、那个良性教导的循环，就是安尼起来。不是恶性的，恶性是讲我命令你，我叫你做，我不要给你教，你就去给他做就是啊，不是安尼。教导互动，我教你，你会晓，你搁进步起来。啊，我这个主管无好，你跟他讲，我嘛进步起来，我进步，你进步，大家进步，是不是？这个团体在进步，这是柔性的、温柔的方法，不是讲我要给你命令，要给你起游戏哦。啊，这吼、哦，这个专制啊，跟这个课程哦，这东西。就是迄中国社会拢用这种的来去监督，也是讲去控制伊的人民嘛。人唔是这种社会，人是爱学习甲教导，但是学习即个来讲吼，是个人学习，伊的迄个范围搁较狭窄。主要是用教导型的，是讲你每一个人拢去学习了后，奉献到即个咱迄个组织，好，咱即个组织会兴起来，吼，有一个知识。知识库啊，大家拢去翻迄知识库，大家拢来去吸收迄知识。我、哦、唔是讲大家藏起来呢，我怕你进步，我惊讲你的心肝比我较紧，唔是奉献起来，变成地库，大家搁去翻。想讲咱秘书长哦，伊研究这个台湾论，唔是家己安尼藏起来，分享给大家，变成地库、知识库，大家去拍开新的物件，哦，大家拢进步，吼、哦，唔是权威的咯，是信赖。啊，创造知识的你的能力，我若讲这种管理哦，是要大家一个共鸣啊，拜当人会去接一个课，啊，了解一挂管理的知识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教导者，啊，甲你合适，啊，吸引我甲侪人合适，啊，是大家人安尼这个循环，我你即马是学生，啊，即下摆你会变老师，啊，老师甲学生搁盘乱，盘乱你放我教你，啊，你进步，啊，我无好你甲我讲，安尼规拢进步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叫。教导型的组织，啊，今麦要讲到我的药师迄个论坛啊，可能二十分钟爱讲一下。啊，要讲上帝讲的三张皮啦，大家知影这意思无？一个少年人来去迄个上帝边啊，讲啊，上帝啊，我刚三十岁痛尔，你哪会把我叫来你的身边啊？我未讲老爸老母休息的呢。啊，上帝就甲迄个少年人讲啦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互你夹配互你呢，你拢无咧注文，无咧看哦。啊，你顶一届毋是讲你脚酸头啊疼，啊，你拢无插伊呢。啊，你有一届你毋是讲迄个开刀无？啊，你开你嘛无阁保养身体啊。啊，过来，你有一届啊，若倒咧外口，啊，叫人急救，啊，你看落我甲洗哈路呢。啊，你有记未？啊，少年讲对吼。哎、欸，对，阿里亚索利的是这种这款哦，那我有印象。
啊，拜托你啦，我嘛是爱去甲我爸爸妈妈休息啦，伊拢七八十岁呢，要安怎？伊甲我一个姑囝呢，啊，上帝讲哦，啊无，你也安尼好啊，哈，一千万咯，我无遐侪钱呢，无啦，唔是一千万，一百万咯，我嘛无呢，无，我要你一箍，欸，一箍呢，好，啉看卖，啊，死去的人哪有钱？你连一箍都无，啊，大家知影意义无？迄，那个钱哦、喔，正经哦，心不带来啦，素不带去啦。咱钱都要用啊，咱在生的时阵要做啥啦？学习，啊，孝顺父母，吼、喔，咱进步啊，父母，吼、喔，咱伊甲咱饲大汉，咱对父母有恩，咱就爱去孝顺个父母。那人生重点就这两项嘛，你进步啊，父母快乐，啊，袂使讲放父母无要插袂吼，这毋是咱台湾人应该做的。吼、哦，咱台湾无咧，台湾人无咧做迄亡命背弃的代志啦。吼、哦，事实，吼、哦，咱事实都是爱疼疼咱的士大人。哦，这基本上爱知影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伊就无一块啊，同款啦，伊才遗憾的嘛。所以大家爱等伊去想这件代志哦。啊，所以我袂讲这种有不的方面嘛。咱日食美在我来个讲一个，迄、那个预防，搁加一个治疗，安尼健康较好。吼、哦，咱大家爱注重家己的健康。啊，若真经无健康，咱就去病院看病。啊，我看无好，咱看有一个健康较好的一个团体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去带迄个团体内面，啊，甲咱会使去疗养，啊，变好起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吼，咱为虾米迄个健保会安尼？大家拢爱看病，大家拢无要预防，所以咱希望拜，遮个大个吼，啊，就根本看病啊。啊，其实嘛，有破病，咱就爱去看病啦，吼，破病咱就爱去看，去病院看。但是咱希望在这个预防方面，会再增加咱的预算，还是讲增加咱训练遮个人的知识，了解咱阿咩啊预防保养身体吼。啊，这拢甲药物拢同款，有关系吼，这拢有拢有关系吼。你讲迄健康医疗的产品拢有关系。啊，咱要为这电影来讲起啦，大家拢知道这部电影，大家知影无？知影什么无？梁山伯与祝英台哦，啊，这个人上你知无？啊？不是？哎、欸，宁波，热地，宁波甲宁波演的啦吼。啊，伊就要去杭州读书啦吼，啊，就骗伊妈妈讲，啊来伊办一个郎中，啊就讲爱吃十项药啊，伊才会好去嘛。啊，是闽南台湾人嘛是得到新兵都爱新药医的哦。我讲，你小米讲的是咱个心的药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安尼讲啊，放假啦。其实这简单，咱台湾哦，啊，你小米讲就好啊。啊，但现实的有病吼、哦，这十项啊，啊，十项我下摆慢慢讲，我大家听吼、哦。而且时间有限，那剩二十分，吼、哦。咱去病院看病，一定是爱啊，迄、那个病历啊，吼、哦，爱去看迄、那个你是什么出诊啊？你有基本资料啊？你什么病啊？你甲医生讲。啊，可能大家排到落落长安尼，大家拢爱看病，啊病看完病又后背蛋，哦、啊，这是无好的这种想法啦，嘛无好的习惯。啊，讲咱台湾人嘛是爱用地下电台，叫我洗身一挂堆，所以今麦就是我的基地，我的重点就是要藏伫遮吼。啊，你枕间直传，啊传啊，阮的药局的，都甲你看你药单安尼有啥药底下有啥物订单，先甲你 check 一届，吼、啊分出去嘛是一届看。做诶，啊个 check， 啊个朋友啊，安尼三界，就侬啊接定金呢，啊完成，啊病人快快乐乐离开病院啦。我是无希望伊阁转来，吼、哦，但是我感觉足奇怪，台湾人为虾米遮爱看病，吼、哦？啊，你也摕落药袋啊，即十六项啊看好清楚，你的名是毋是你的名药啊？啊，即、這个特殊的药啊，是毋药师有配合对无？伊药啊有药粒有。要巩固，还是生产什么款十字形，还是讲什么，还是什么，什么色的，拢爱去甲看清楚。啊，安那食，该食是食，卖讲食摕去读，读了去去食，吼、哦，还即乱的吼。啊，若讲厝的有士大人，咱就帮伊看一下，吼、哦，爱看斟酌。第一，你为药师摕过来，你都爱看第一是毋是你的名，吼、哦。啊，你食什么药啊，你嘛是爱了解一下，吼、哦。问题当中会使问药师嘛吼？你第一一定要看好清楚。啊，过来你去外口吼，临时你讲要迄个
诊所甲病院拢袂开，无开，啊，你要去药局，啊，药局要买药啊，你着爱看清楚，啊，这药啊会使卖，迄嘛是政府核准的，你袂使去卖迄个地下电台，还是讲根本莫名其妙的，吼，迄来源袂使，嘛看清楚，吼，是迄个卫署字号嘛，现在应该是卫生福利部啊，你吼，这字号是咪有字号？啊，为倒来啊，有效时间吼，啊，身份这拢爱看清楚，该使买吼。啊，那看迄适应症嘛，你这个药啊是咪我爱吃的？啊，是要看清楚剂量、剂型，啊，佮伊你爱一天食一盖，还是一天食四盖？吼啊，还是一天还是困前食，拢爱看清楚吼。过来一张，我讲剂型嘛，啊，伊应该是外用软膏，啊，你个。去点目睭，吼、哦！啊，应该读嘞，啊，你家己摕去食。啊，所以伊这用途有用大用小，有点的，哦，大家拢爱看清楚哦，有等下看清楚吼、哦。啊嘛，唔去摕了别人的。啊，个人爱藏，爱藏迄药啊，爱迄时间性爱注意一下。虽然在有效时间，啊，但是已经歹去啊，嘛袂使用哦，因为台湾湿气较重，你外国人因无像台湾湿气遐重哦。吼、哦，啊，伊会使藏久，啊，台湾袂当藏久，啊，大家爱了解一下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你不爱药啊，卖藏啊，迄个马桶的，也是讲凊彩乌白、粪扫桶等的。你提起人迄专门咧收的，吼、哦，病，也是个诊所咧收的，因统一甲这收的了后，有统一伊一个迄个停书，吼、哦，甲分类了后，啊，甲等应该所在甲等掉，应该回收的回收，但是一般我们那个销毁啦。啊，你大概知影吼？哦啊，为这个电影，这个叫做要命关系啦。主要是讲，这个告诉来讲，这个副作用，这药、個、的副作用是叫人操作的，还是本身发生的？那本身发生的，要安尼给家预防，这个副作用卖安尼。啊，那讲有目的的，利用这个有副作用，但是伊无食这药，利用这個副作用去做歹代志。哦，这其中内面弄奥妙的，啊嘛是这些管理方式有出问题无？哦，那讲药物的禁忌，迄、那个人什么病？那在禁忌，迄药也袂当食吼，啊，送会当食。啊，过来，你若讲你伫啉酒，还是讲开车，还是你有心，啊，你伫暴君啊，这嘛爱注意哦，吼，袂使迄做伙食。啊，那了解，吼，啊，即个有心的人，咱知影药啊吼，分作 A、B、C、D、X 啊，啊，即个 A 甲 B 吼，哦，我摕掉 A 甲 B 迄是较安全，啊，那 C 吼是讲吼。迄、那个可能实验当中，动物的实验当中可能有害，但是对迄个有心人来讲，无确定的迄个资料，所以以这来讲吼，佫无一定有危害，还是讲无一定是好的，这个爱医生来判断。啊，那这个 D 吼，就是有危险嘛，吼，不管是实验，还是对迄个护林人诶囡仔吼，拢有影响。啊，那这 X 期就是已经造成迄个畸胎啊。所以，咱个摕到药啊，有心人爱注意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个也是讲，咱个姐姐也是咱个查某囝是啥女朋友啥啦，个啊吼！啊，你着了解一下，这基本上迄个常识吼，大家了解一下。啊，呢，一个迄个长期照护的迄老人，也是讲一般的老人，拢个摕一大包，啊，一大包，伊到底一大包会造成啥物副作用无？会？啊，咩安怎？啊，就变成讲，你药爱摕药师来看。因为伊吼，遮侪迄个交互作用，你讲 A 甲 A 的意思是讲同款类的，迄个变伊的加成的作用嘛，就伊迄变成讲伊有效较悬嘛。啊，你讲 A 甲 B， 啊，你看 B 是啥 ，A 是啥？吼，啊，参照会会抵消掉袂，还是佫悬起来？吼，佮虽然无同类的，但是有可能同款的作用，吼，这嘛要注意。啊，佮 A、B、C、D 咩咯？哇，遮惨的啊，遮侪项的，啊，变成讲咱爱去查资料。吼，啊，这有分啊，分讲啊，这有严重性的无？吼、哦，啊是啊，伊的禁锢伫倒，你这嘛是爱禁锢，讲即个 A 甲 B 有偌侪禁锢有即种副作用，啊，这拢是医学拢有记录，冇证明讲啊，这边呐来判断吼、哦。我甲古人讲啊吼，药物甲药物的迄个交互作用嘛，比如讲这是 A 药，这是 B 药啦，这叫做 B 药对不？啊，可能啊个 C、D、F 啦什么吼、哦，十几项，啊，伊甲伊配做伙，啊，分的概率是啥？啊，这拢有迄、那个，我拢有迄个医学方面的根据啦。啊，这就是一个，迄、那个譬如我大家看嘛。啊，这最
这么多病，还有这么多药的组合要怎么变成你要让药师帮你查，这有一个概念，还有这都有查的资料，这那个中医跟西药嘛，这药跟药，这是那个全欧美最大的 Micromedis 2.0 来查那个药物跟药物有什么交互作用，还有来我们药跟食物食品也有交互作用，最好我们要喝茶来配药，不要说我要葡萄汁啊，未食啊，我酒呢？无哈，掺酒去啉，啊，果汁去啉，啊，茶去啉，啊，咖啡去啉，唔好，都白开水就好啊，吼，吼，啊，你伊这个，这个迄个果汁吼，啊，加迄个饮料啥，那种交互作用，何况有几个那种，迄个交互作用吼，啊，阿司匹林吼，银杏啊，佮注意一下，啊，安眠药加迄个酒精嘛，注意一下，吼，交互作用，吼。啊，主要是这个葡萄柚麦甲迄个降血压以外混做伙，点都有问题出来，吼。啊，这啊过敏要安怎？吼，造成过敏严重咩？严严重，咱正经就袂使阁继续食，医生阁来判断一下。你挺可能即严重个来判断，吼。啊，再来看要爱阁调啥调进啥物药啊？啊，若讲。最近这个药啊，对一个咱人体无好，都要去通报。啊，通报定义就是讲吼，你为何可能会一个人可能危险？啊，咱爱建一个，迄个爱创一个资料，哦，大家知影，吼，爱造册，啊，了解这药啊可能有这个副作用，啊，是不良的反应，啊，记录起来。啊，这就是讲要害救济，有的药啊吼，你奇怪，药啊哪有一个这个标志？他讲适用要害救济，伊意思讲吼，这个药啊吼，大部分会形成什么危害，吼，伊甲你讲这个适合配上的这个调理，啊，这嘛是同款，哎，依据讲你的状况，啊，看要甲你配，因为安尼啊，你甲你配上，哦，这拢迄个法律拢定好的，啊，大家来注意讲，你也看到这个，啊，你要注意这个药啊对家己的危害呗，啊，小一个伊的想法一个。啊，这个是意思是讲哦，你一个普罗帕，伊是介伊女朋友其中的一个种感情的互动嘛。啊，伊吼，本身是一个普罗帕，伊拢会去病院，拢会讲有一挂好处吼，可能诊所也是医生。啊，其中当中是不是有内面有迄个内幕，啊是啥物勾结？吼，药价这嘛是药价黑洞，我不要你偌济回扣。吼，啊，这种是。弊病啊！那为什么咱的健保制度会变来愈腐化？除了是迄中国社会吼，那么也苛刻啊，也是官商勾结，也是讲奇奇怪怪的名目吼，啊，给你创，你嘛唔知对不？除了这個，到底药价黑洞是啥物？咱药费在健保25%，啊，佮药价黑洞内面，吼，什么叫药价？吼，即、這个。药商嘛，啊，这个是迄个健保要支付的嘛，啊，这个、中间是迄个病院，啊，顶管这个是利润5%，啊，价差5%，啊，伊赚5%，伊赚5%，啊，这是病院无赚，好，迄个厂商赚10%，这内面当中安尼差这个，安尼就赚着啊，吼、哦，这个一粒一项，安尼，啊，哪个遮侪项的唔赚遮侪，过来。台湾的健保15%，迄、那个药差，日本干26%尔，所以这药价黑洞偌大波，还佫剩10%吼。啊，2011年吼，十月为药价调整后啊，啊哇哇迄、那个哇哇国迄外厂啊，拢要退出台湾变成无药啊？为甚物？伊无够我利润啊，我哪会想生活落去？要退出来？哦，我台湾都说变无药啊，通医命喏。后来佫想一个，甚物2013年佫变成讲药费支出目标，啊，达成一个管道了吼，啊，我都袂甲你支付啊，安尼造成啥？厂商嘛无赚着啊，伊嘛退回嘛袂佫继续提供予你啊，啊，病院嘛不敷成本啊，啊，无你换药啊，啊，换药我 A 药都创好，啊，你讲药啊费超过，啊，你甲我创 B 药，我治疗无好。继续，我一直转来病院，一直看，安尼毋是同款。即个资源，即个医疗毋是同款，伤会损失。啊，结果啊，互人讲，迄个咱
咱政府过来补贴，补贴了，这是谁的钱？嘛是咱的钱。啊，这政策是不是有漏洞？这不是爱改善？啊，变成讲啥？迄、那个婆罗帕，咱甲拄仔讲迄个婆罗帕嘛，咱走去诊所，走去病院，走去找医生。啊，但是人迄外国人哦，美国是不准哦。你家家你家己药局说下咯，啊，甲迄、那个因咧财务科甲因拜会尔，你绝对袂使去找医生。啊，你直接了利益输送啊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你一个什么议员啊，什么政治人物袂使去介入啊？你看内面个，哦，那种个内部个贪污嘞。你看规官拢全是，你也揪起来，规官拢全是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要安那改变，就是这个物流，啊，你投入的人力，啊，你薪资要合理，啊，你薪资不合理，我都为假抽成回扣，啊，你变这是变相的贪污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个人嘛爱知影吼、哦，这个法律的重要性，啊，你啊正经要贪污，你得到什么教训？爱安那给你处罚，给你关起来，除了关起来是嘛变形？可能也贪污来判死刑，啊，个人袂使去拜会医生嘛，吼，啊，主要是咱医疗人员伊迄个伦理的教育啦，咱先嘛是要医一个病人，唔是要当下趁钱，吼，你不要讲我病一间一间过伫开，哇，你病伊干呐做企业的，啊，你倘好甲遮个看病的人拢当当作你要趁钱的对象吗？这有一番逻辑就奇怪嘛，吼。那是伦理教育呢，那是要给医好，上医拢卖来，唔是讲我给医差不多的吼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个差不多来看我，啊我嘛是差不多的医生，你差不多病人较侪，你即嘛差不多的医生，你敢要阁继续去看？啊，差不多的政府，我们就乱七八糟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咱即个是要看讲吼，药物的滥用啦，吼、哦，你无经过政府的许可。你下骹手感觉伊教遮好，刚迄个药单呐，食落去哇，目睭变只金的，头脑变遮好。但是伊要无甲管制，伊就一直用甲讲啊，伊副作用出来啊，人就会死去，啊，无就是做歹代志，影响其他的人。所以咱爱喂药，咱爱知影外观呐、啊，甲迄个对的啊，甲唔对的，安怎判断？啊，你敢有标签，还是讲你外观啊，要怎辨识清楚？啊你！你伊个迄个抽象，伊原本的资料，你嘛爱判断。啊，咱来看这个威尔刚啦，男人的圣品嘛是叫人哄嘛，威尔刚啦，吼！啊，这是这有名卖药，吼，迄就是上好的目前啦，在台湾伊嘛算讲第一名、第二名的畅销啦，吼！迄、那个降血压的药啦，那么叫人哄啊！啊，这迄个斯蒂诺斯嘛是同款啦。叫有名的，迄、那个爱困药啊嘛，啊，这同会咯，叫有名咯，有名，穿的拢叫仿，所以大家爱清楚，吼，伊爱干是伊无共款的所在啦，卖去买假药啊，食着煞变爱洗身哦，啊，禁药啊，吼，即个禁药还感冒用的摕来做药啊，哦，真侥幸的，啊，搁迄个一挂中药内面搁藏一挂迄个白身的物件，吼，迄、那个马兜铃酸，所以西游记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迄、那个毒药，啊，这分类啦，吼、哦，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，吼、哦，一个概念，啊，这个海洛因是第一级的，这第一级你去制造吼，拢判死刑的，即卖制造啦，拥有制造，拥有的人可能判较轻，但是你制造的人，第一级的你都要死刑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，这吼、哦、用好，吼、哦，医疗咧用的，这种有咧管制。啊！但下骹无咧管制，迄拢是变，迄个不应准啊，就是变毒药啦，毒品安尼。这拢是啊，吗啡嘛，那止疼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是止疼。啊，你用着有咧管制，便宜咧管制，啊，你外口私人个，啊，毋知乌白食，哦，迄拢毋是正当的哦。吼、哦，伊个迄个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嘛，啊，乐界，我。搁存几分啊？讲这啦吼，你知咱台湾较早吼是迄个大清帝国的殖民地啦吼，啊，因拢种，迄欧洲拢种鸦片，拢输入迄个殖民地，啊，迄阵早年咱台湾拢咧播迄个鸦片，甲迄个因对面因中国人同款啦，影响咱台湾，
啊，日本统治台湾了后啊，啊，袂使安尼。啊，但为什么对因母国是禁止的禁？啊，为什么咱是监禁？大家有知影为什么无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吼、哦，国际上嘛，日本压力。啊，第二个是因为食毒的人太多咧，你直接甲禁起来，伊会真艰苦的。哎、啊，你去偷啊，去骗啊，去抢啊，啊嘛造成台湾的社会不安，对无？伊用奸刑政策，啊，你来甲我买，我质量慢慢来甲你降，啊，甲你管理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你照顾其他人的痛苦。啊，但是有一关心咱台湾人讲，啊，你嘛袂使一直想要趁这鸦片的这个利润，你嘛好啊来对这个鸦片这个无数的爱艰苦的。身体艰苦，无快无愉快的这种痛苦，要安那个降低？啊，你杜聪明先生哦，发明一种物件，会使降低迄个鸦片产生的痛苦。所以变成讲，日本政府有咧做，啊，咱台湾这个民间呢，啊，两行配合，啊，来使迄个鸦片的痛苦降低。这个是个柔性吼、哦、政策，啊，个柔性的政策，啊，来从这个迄、那个咱台湾。这个三百多年来，迄、那个剥起的鸦片毒，甲盖起来，所以这嘛，这大个宫殿呢，大家人台湾人敢知？吼、哦，后藤新平的功劳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最后吼，佫剩超两三分钟，意思是讲，这个新药啊吼，在美国还袂上市的，但是伊明明就去得到迄、那个。艾滋病，伊就艾滋的药啊，咩安怎？伊就走去迄个莫斯科边境吼，靠一挂人，啊来要救遐解感化的人，吼、哦，这個、电影大家，吼、哦、大家了解讲，其中当中咱对新药的定义，要哪了解吼？咱、哦、个台湾要去外靠外国人，要摕到迄个许可证要来台湾，你看啊，经过这么侪年，佫不一定是四五年哦，迄当中也毋知佮甚物政策勾结，咱嘛毋知。啊！大家有想到吗？咱伫小美讲，日本会帮助咱台湾，美国嘛帮助咱台湾。那美国有新药啊，直接哎，咱来台湾，直接让台湾得到这么好的迄个解药，唔是真好。我经过这么多，所以日本伊嘛是迄个制药，较有名嘛，有实在咧做的。啊，咱迄个美国国别边讲。因那新药，迄蓬勃发展呢，啊，要咱台湾要等啊，当时，光等十年也等袂到，伊即马在用的药啊，要等台湾会当用，可能要等十年。所以伊台湾，咱即马好伊讲，美国直接送过来，因那用的，因那用的，咱嘛爱用的无？啊，咱有得到好处哦。好，咱来甲美国好好用，爱用因的国货的哦，啊，买来治疗咱台湾的。人的病啦吼，有需要的，直接运下摕过来。啊，咱日本国就甲咱斗相共，啊，咱搁合作。啊，咱是毋是台湾嘛进步？毋是讲台厂的拢无好哦、喔，是讲咱个资金甲无够啦。啊，资金无够，政府嘛在做啥物弯弯翘翘的代志，恁哪会知？够正经在帮助咱台湾的企业，对不？啊，若讲安尼个考起，日本、台湾，咱台湾嘛最优秀的啊，你来看嘛。等你再甲讲吼，咱有一个安心的迄个生技公司嘛，伊嘛伫咧做啊，已经有几项，有九项咧申请啊，吼，主要这三个药啊有希望，就变成迄个新药啊，会使为咱台湾的人的名字，吼，咱即卖用药拢是外国较侪着无，拢日本较侪着，这就是咱台湾家己去研究发展，啊，变成咱台湾人去研究，啊，成了一个新药啦。啊，即嘛，即个三药啊有希望。即、这个迄个糖尿病啊，甲即个目睭吼，才有迄个新生的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，甲迄个做迄个玫瑰斑，即三个咱安心公司有在做。咱台湾人有巧无？有。那个好啊，甲努力，我讲嘛，为头甲尾你好啊研究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专业。咱袂使对家己无信心，对不？啊，等来讲，即个咱药物研发吼，咱伊嘛是为一步一步来临床试验，吼，第一个阶段爱几年啊，几个人自愿啊来去做，啊有失败无？失败过来等去做，安尼，即三个迄、那个
伊咧阶段了后，过第四个阶段咧，你上市的你嘛要阁评估，伊迄当食继续食袂，啊不食死人都变下市啊嘛，嘛是爱下市，啊过来赔偿。所以这一连串拢是这严谨的，毋过凊彩油啊就是乌白做啦。哦，这个 BABE 就是讲吼，身体可用率就是讲，这油啊煮的煮啊我的身体也是讲我食落去，对我身体吸收的程度有比例，比如有偌济。啊，这身体相等性的意思讲，你学名药，吼、哦，要完抢，还是讲你两个药啊要比，比讲人一概比，啊，你会使占偌济 percent 的，迄个相等性。啊，你相等性越近，你就可以取代它嘛。啊，相等性越远，表示讲啥？这药啊虽然是学名同款，但是你做无到伊的程度好，迄个效果无遐好着。啊，就是生物相等性甲可用率无同款，这是阮的专业之一啦。那要遐监测，遐药物要上市，爱个足侪遐实验，啊，会使予台湾人，会使咱台湾人用袂吼？吼、哦，这我甲多少讲过？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路不明的药啊，咱拒绝，卖听、卖信、卖买、卖吃、卖推荐了别人。啊，那人要甲你推荐咩啦？啊，紧来走，现场离开。啊，那个咱直接拒绝，啊，无讲啊，可能。咱就讲，我要去找朋友，啊，讲一个迄个借口，啊，咱来走。无你那离开现场就是啊，吼，地下电台啊，到迄个无实在迄个广告，啊，人介绍来路不明的，拢爱甲拒绝。咱正经的正当的药啊，就一挂堆问题啊。啊，你地下电台，迄根本无人保障，佮问题佮愈大，是毋是？所以咱甲拒绝。好，咱最后甲这放互大家看好无？哎，奇怪，啊明明就藏伫遮啊！阿嬷，你在找什么？阿贵哦，啊有看到我顶盖藏迄个药啊无？阿嬷，什么药？你人不舒服吗？那我陪你去看医生。哎呦，啊我嘛唔知啊。所以厝诶有四大人哦，对药啊无了解吼。上好是袂问药师是上好，但是你现场因无了解，啊你做人事实帮伊看，啊事实无了解，哎问卡一通电话问药师，啊无去迄个药局直接去问药师买晒，吼。啊咱本身爱了解，你身体是安怎的状况嘛吼？上帝有你三张批哦，看你这嘴批哦，啊你爱注文爱注意者。二，我甲你讲哦，药底爱看清楚吼，药无来看清楚吼，食的袂使摕去读，读的袂使用去食的吼。药物要仔细检查包装上有没有卫生署核准药品许可。那个药字号吼，三，对不？还蛮重要。用药方法，服药应该依规定时间。讲的吼，还有服药后的时间也要注意。吼，空嘴也莫去抹目睭，吼，这最重要的啦，这最重要的吼。或是药师的指导，才能达到最佳疗效。四，做身体的主人，那些标榜神奇疗效的药品和食品，要提高警觉。不平的药啊，是不是？不平的药啊，别再吃呀。不吃不推荐。哎，来完了清楚的。五，与医师、药师做朋友，加常看。这都是你的主管啊，你的家庭医师啊，是讲你跟药师、护士哈，医疗人员，跟你较好的迄个关系，哎，是该斗啥工嘛？电话跟药师朋友咨询哦，阿嬷。你的乖孙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！阿贵，阿吉西啦，我只是要拿我香港脚的药膏啦。香港脚，要来管理药啊，要来了解自己的身体，吼、啊，大家有一个迄个基本上的概念，啊，加这个知识，吼，好，这五项大家来记起来。安尼我今天就讲完啦，多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啊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好，等一下4:35上课，好，35分开始上课。啊，刚才有那个已先上过高级班，这次补初级班的，刚刚没签到的，过来我这边签一下，谢谢。